大家好，我是青春并不温柔导演舒逸轩。我是饰演纪薇的李明伟。我是饰演卫青的叶小飞。也许在不温柔的世界里，我们可以找到温柔的爱，但在不真实的网恋中，可能我们找到的是真实的恶意。网络恋情的陷阱很多，凡是涉及汇钱、投资，都有可能涉及诈骗。有问题速拨165专线，与我们一同反诈。但青春并不温柔是很真心的爱情故事哦，绝对没有诈骗行为。